已故皇后的画像竟和子晴一模一样，素颜不歪行子，故意喊美丽过来看，以为是子晴。美丽站在原地欣赏，一进屋内就见画师给太后画画，栩栩如生，就跟真的一样。姑娘忍不住赞叹，嚷着也想画一幅。宫廷画师只为皇上和后妃作画，格格的另请名师。怎么可能？我看到子晴姐姐的画像也在那边啊。美丽，那不是我。那是已故皇后的画像，当然是骗她。美丽根本不信，子晴慌了，赶紧向姑娘解释，这真不是自己，没带脑子出门。众人一旁笑话，怕美丽树敌太多，太后好言相劝，让她多看少说话。子晴最是和善，定不会生气。美丽没当一回事，该气的是静贵妃。太后笑姑娘太傻，不懂弯弯绕绕。美丽十足的懵，拉着玉嬷嬷想要问个清楚。静贵妃能当贵妃，全是因为子晴，这是后宫都知道的事情。偏偏美丽挑明，不恨她才怪。听嬷嬷一讲，美丽后知后觉，原来子晴样貌和已故皇后十分相似，皇上早心动，要不是她早有婚约，静贵妃哪配进宫啊？三人坐在一块。静贵妃给皇上夹菜，对方却念着子晴，皇上亲自夹菜让他多吃点，看在眼里，静贵妃心里窝火，可也只能忍着。这些事都成一根刺，偏偏美丽挑明，害自己成笑话，静贵妃恨不得当了他。